就知道你是装的。你怎么敢回来的？我当然要回来呀！我要是不回来，怎么看见你们这两个杀人犯？无法呀！ 看看吧。啊！张弛都跟我说了，是你们两个亲手 杀了我妈！闺女啊，昊天他一时糊涂做了蠢事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饶了他吧！啊，他是你老公，妈给你当牛做马啊，你让我怎么着都行啊！妈下辈子也给你当牛做马！ 昊天啊，快！你说你错了，快！你给雪儿认错呀！你给雪儿跪下！你给我跪下！你这臭孩子！雪儿啊，这一切都是米粒粒指使的，是他出的主意，是他蛊惑的昊天，我们都是被他蒙蔽了啊！你这个臭孩子，我早就告诉你，不要跟这个狐狸精来往，你够了！ 就想问问，你们为什么那么对他？都是因为他。受不了吧？怎么，生气啦？哎，你不记得之前出国留学奖学金那个事儿了？你之前不是挺神通广大的吗？报应！妈，我回来了。你们两个回去歇着吧，妈这边我来照顾。怎么了，妈？上厕所？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呀？昊天，阿姨啊。 丽丽，昊天和丽丽，你是不是想让他们两个回去休息啊？哎，阿姨，你是不是觉得雪儿工作太忙了，来回也不方便，只有我跟昊天照顾你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阿姨心疼你呢。放松，放松啊，别激动，放松，别激动。这样，您听我来问。 如果您觉得是，您就眨眨眼；如果不是，咱就不动，好不好？你是想让昊天和丽丽留下照顾你，是吗？那你是不想让他们两个照顾你，是他们两个照顾的不好，你不喜欢他们两个？哎呀，那么不喜欢呀？阿姨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在这影响他们小两口感情了呀？妈，你是这个。妈，妈，妈，放松，不激动。今天热闹了啊！呀，您快看看，咦，他真高啊！哎，我跟你说，病人需要休息啊。 咱家属没事啊，该回家回家，留一个人就够了啊！啊，我留下的。哎呀，雪儿，我刚刚忘记跟你说了，今天上午的时候，对方公司觉得我们方案不行，必须得让我们重新做，你赶紧回趟公司吧。这么着急吗？啊，明天上午就得要。走吧。昊天，行了，那你留下照顾妈吧。放心吧，放心吧。那我回趟公司，马上就回来啊！别激动了。这有昊天，走吧，走吧，走，走。放心啊，没事儿。 走啦，再见。没事没事没事啊，没事，放上去，哎，保存保存保存啊。 最坏的那个，从头到尾都是他算计好的。他一门心思就是想害你，我跟昊天都能给你作证。啊，昊天，啊，快！宋昊天，我给你个机会吧，如果你愿意说，这一切都是他做的，跟你没关系，那我就放过你。还有你妈。 说呀，说啊，说呀，啊！是他。 是他，是他，是他，是他。宋昊天，宋昊天。 我预想过，万一真出了事儿，你可能不会保护我。我了解你，我也没指望你能像个男人一样站在我面前替我扛事情。行，你就乖乖的跪在这儿，尽情的朝我泼脏水好了。嗯，当初如果不是我…… 你妈还在那个又脏又破的老房子里做梦等拆迁呢！你身上连一件体面衣服都没有的时候，是我给你买的。我是真他妈爱错人了，我！闭嘴吧你！你说的自己好像跟个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一样，是你勾引我们家昊天，你自己心里打的什么算盘，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你们这些个小地方的人，就是冲着我们家来给你乱搞。 你房子都没了，你装什么装啊你！你敢打我？你敢打我？你疯了？啊！你疯了？啊！你疯了！是你疯了！我就是疯了我。爸，你说的我都记住了。